今天下大雪，早来五分钟，天天下大雪就好了。天天都来得很早，下大雪，大家可以想想，下雨、下雪，雪完了再经冻，就是变成冰。冰化了还是水，究竟是雨呀，是雪呀，是冰啊？众生相、佛相、法相，一个相啊，是好几个相啊。现在我们说我每个人的性体性情，不是性情吧，每个人的性，其实别性，一个人的个人的性情不一样，表现也不一样，都是性。成佛成了这个性，借这个景啊，以景观心，说在你心上去体会，佛的菩提法，诸佛的菩提法，一切众生的烦恼法，是一个呀，是多个呀？在这上你也能体会明白了。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寒把雨变成下的是雪，因为热它又把雪变成水，如果再冷那它就变成冰。这是相啊，相不同，思性呢一个。我们现在所学的，就要我们在一切相上观它的体现。我们说佛像，佛像是在内啊，是在外啊，这内外合合叫佛像啊，是非内外啊。失坏这个性了，就叫众生。明白这个性了，就叫诸佛。智慧被障碍住了，黑暗了，这叫惑迷了。在街上啊，一天的在这诸法上，大家如是观察。什么使它变的，什么使它转的，微是一心呐、啊，诸法微是一心、啊、一切会先说，一切会菩萨啊，他在前头已经说过了，诸佛菩提法，他说的都是菩提法，就是从迷到觉，就觉悟的方法。佛者就觉，菩提也是觉，名词不同，意义是一个。
我从于彼闻，我是听见一切会这样说，得见卢舍那，得见卢舍那佛。尔时，功德会菩萨成佛为力，普观十方而说颂言：东南西，这是北。北方功德会菩萨，咱们前头讲了，这十菩萨都叫会，功德会，一切会，法会。前头加的一个字儿不同，实际都是一个分不清楚啊。我加个功德，加个一切会，加个法会，这是分别。其实都是一个，生到佛家，解佛的智慧，得佛的德，能了知这些，我们凡夫乃至小乘，成为妄觉，有时候把这个凡小加在一块儿。其实凡夫跟小乘还差很多呀，小乘人断了见思惑了，你凡夫嘛不行。但是他又有一种说法，说大心的凡夫，就这么学华严的前头说十信位的菩萨，大凡胜小圣，用发心说大心的凡夫胜过小乘的圣人。从断慧的来说，断烦恼，那小乘人胜过大心的菩萨，他断了，你没断呢。要从了知自心，悟得的法空，那凡夫跟小乘圣人，那绝不究竟。凡夫是妄觉。那菩萨呢，他是真觉。佛呢，是觉圆了，觉悟圆满了。对，而一切诸法都是缘起的，缘起于诸法无自性，凡夫就是迷了，就迷的这个执着住相，而是轮回受苦。如果把这个明了了，不受苦了。我那么病苦，我当你烦恼很苦，我外头境界啊，有些境界压盘你很苦，那就关一关吧。越是境界现前，这叫境现前。出家乃至于从你开始信三宝，就是想免除苦难，目的想说免除苦难，苦难本在没有，那你迷了，你就看着一切缘起的之相，所以就苦了。你在苦上你观一观，观什么呢？观它缘起的性，性起妄觉，见性就不见相了。下颂就三颂啊，言辞所说法，小字妄分别，是故生障碍呀，不了语自心呢。凡是语言所说的这一切法，小字呢，咱们叫是四字变聪吧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他在这个比什么呢？比世间聪明伶俐，比世间聪明伶俐。人家不知道，我知道；人家不会分别，我会分别，互相比赛。虚妄分别无实性，虚妄分别一诸法呀，根本没有实际体现。
所以才生的世故生障难，不了于自心呢、啊。因为他不了他自心，自己给自己做障难，没人给你做障难。我们道友之间、同参之间、师生之间，如果你静心观察，就叫现在社会上怎么说呢？没事找事儿，惹是生非。本来清净无为的，在那虚妄分别，狐疑猜测。这个在那法相名词里当了，你起心动念多了，烦恼哪来的？自己找的。信不信由你，信了你想办法断它。知道是虚妄分别吗？虚妄分别你还分别它干什么呢？但是这不是语言呢啊，得要行为，行为。是吧，现在下雪，路滑，路滑嘛。这个路滑呀，说你在生死路上啊很容易摔下去，你且出不去，摔跟着爬起来了。刚没有走几步又摔了，他还在滑，知道不？这叫生死路滑，知道吗？不是很平稳的了。谁给你生的障碍呢？自心的妄分别生的障碍。因为你不了你自心，妄自警戒相，外头一警戒相都是虚妄执着，没有，本来就没个是，还哪有个非呀？所以世间所有的语言呢，你假使你用心一体察，体察就是用你智慧一关照，本来就没有事，哪来的非呀？但是这些话他也采取的佛教的话，社会上传言，大家用惯了的，说无事生非啊，说你这个人啊本来无事生非，但是你问他什么叫无事生非啊，他就深切解释，他就不知道了。那我们就知道，我又学佛了，佛告诉我们的，没有一个对，哪都不对，都是无明，无明还有对的吗？都不是真实，都是虚妄的。你还在这个上头，头上难头，还讲研究它对呀不对呀，没有个对，没有是，没有是怎么生出非来呀？是非吗？相对的。最普通的四书语言呢，咱如果把四书语言你一用心，人家说话你分别下吗？说他这个人呢无事生非，他这个人呢，就连你这个人也是这样子，也是无事生非啊。这得要参呢、啊、你要参呢、啊、这意思再说深一点，没有生啊，没有生哪有死啊，这不是无事生非啊，本来就没生，无生。你要说死啊，说老啊，说病啊，没有啊。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你没见着真实，把假象立为事实，这叫小字妄分别。咱一般说是佛说的法，一切世间相都是佛说的，都是法，就是我们的心
不善用其心。文殊菩萨教导我们的金刚品大家都学过了啊，善用其心。没有生哪有死，小字是最大字说的，小字忘分别，大字呢，大字它就不分别了，不分别生什么障碍呀？你不忘分别，不需忘分别，它就没有障碍了。对，那大字是什么？要了达自心，空无相无愿无作，无生无灭，这就诸法真实相。今儿呢学理解，没有一切障碍了，了达自心，自心无障碍，所以一切法无障碍，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啊？这就是菩提道，这是觉道、佛道。你连你自己的心都了不得，都不知道，你还能了得佛教吗？佛道吗？这么个含义，佛道就正道。经常我听到人说：“哎呀，说你自，说你，你不认识人。”他连他自己都不认识，还认识人呢？对，认识人得先认识自己啊，认识自己了就认识别人了。自己不认识自己，那你能认识别人吗？认识到别人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你不能了自心，云何知正道？要想知正道，先了自心。为什么他不了自心啊？不能知正道啊，因为他有颠倒的坏，颠倒的分别，颠倒的分别，颠倒的小正，他就能增长一些乐，不是增长一些善。要了了自心了，不起颠倒想，就不希望打妄想。比如颠倒慧，颠倒慧会是了别为意，他那个了别的呀是颠倒的，不是正常的，所以才增长一些乐，就是心外求法。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他不见诸法空，恒受生死苦，而见了诸法空啊，就不受生死苦了。怎么能观照一些诸法空？这得加以分别啊。分别呢，就加以学习；学习呢，就求佛的智慧。自己没这个智慧，看看那些佛菩萨怎么修的，他怎么做的，照他做的样子去做，照他说的去说，照他想的去想，那你就不见诸法了，只见诸法的空，不见诸法的相。空是只见诸法的性。那一切诸法是必定有的，在一切诸法上见它的空相，一个是喜空，喜空啊，就是分析那个心啊，那个心就是木字旁加个金字啊，就咱们荆州那个金，不是树心，加个木旁，把它分析分析，这对一个事物啊，你把它分析分析，
这叫喜空观。分析而是观想，这个分析大根大字的人，他观他汤体即空，一切入法无自性，见他的法性，就是见诸法空相。诸法空相是无相，无相的法，一切法无相，就叫空。空，但是它有缘起，因缘升起的本来没有，缘升起的它就有了。有雪吗？没有雪，但是下雪了，缘起的。那空气当中冷多热少，本来是雨，它变成雪了。那这空性是什么呢？就见着诸法之性空，本来是没有的，这样的观，他就不受生死苦了。观生死是空的，你认识他了。有病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一些灾害的时候，遇到什么磨难的时候，大家想想看。说我们受什么苦难了啊？说我受了什么苦难了，我都没有，谁去受苦难呢？受者是谁啊？谁去受啊？苦难本身也没有自性啊，缘起的。要能了说生死苦，就一切见着诸法空，生死就了了。这样子，斯人未能有清净法眼过。斯人要有清净法眼，不受生死苦。那翻过来说，再翻过一道说，你就明白了。对，斯人未能有，未能有什么？未能有法空的空性。那法空空性怎么见呢？那你得有清净的法眼，就是宰法眼，眼就是见，有时候把见就形容眼，眼就一见，眼能看见呢。说你看见诸法没有实相，都是空的，这叫清净法眼，就宰法，有宰法眼。印了一些诸法空的道理，这三个偈颂啊，总的说来，不要在心外取法，不要的虚妄分别，现在我们断这个分别意识，这是很难的，很难的。这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惑。咱说断惑正真，断了迷惑了，正了真理。你先断分别先，先断分别先。但这可不是傻子啊。也不是睡大觉迷迷糊糊的，说这样的断分别心，我睡大觉去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个不行。怎么样没分别？那你得入禅定，得要修观。凡说无分别，你都先得有分别，断有分别才达到无分别。
但是这个断证必须得证得了，证得了没有分别心了。诸法恒入世，这关到他的体，一切法就是这样子。要想断绝这个过失，要断的苦，断的受，怎样断呢？要修啊，怎么样修呢？看看这些菩萨怎么修的吧。我昔受诸苦，受众苦，由我不见佛。因为受苦是不见佛，因为不见佛才能受诸苦。见了佛为什么就不受苦了？当你受苦你也见不到佛。人都在苦难呢，人都受苦啊，生老病死，耐别离，怨憎会，五蕴之上求不得，都在苦，这你见不到。八苦交煎的时候见不到，见了佛呢，见了佛八苦没有了，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我受诸苦，因为我不明白佛法，没有修道，没有觉悟，没有见到诸法皆空，没有证得那个理，受苦了。见了佛呢，以佛所教导，就入世修，入世行，当然就不受诸苦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是当净发言呢、故当净发言。因着受众苦的缘故，我要使我的见清净，就是宰发言，观一切法，观一法没有空的，观一切法的性，性上是一切诸法相没有，等你得到发言，净发言就空的，眼就是见，得了，见一切诸法皆空，空了还不干净了，空了就干净了。这个空不是把诸法消灭掉完了空的，不是那个空。咱们因为这有这个东西，把这个东西烧了，把它毁灭了，没了这个东西叫空的，这个不是的。在诸法的相上，见着诸法的体，观察诸法的升起，升起的缘起，升起的缘起都是虚妄的，它的体，体性是空的。不坏住相而见到空意，见到体，我们说把这些讷人都卷办他成好人，说把讷人都去掉，那社会就是好人了，怎么办呢？把他都枪毙了，那就空了。不是那样子，让他讷人明白，别再做讷事儿了。等到讷夫他不再做讷事儿，他心地善良了，他把这些相转变了，眼相转成镜相，并不是消灭。就是这张帕，这张毛巾。我们经常拿着它洗，或者打脏了，打脏了不要了，或者烧掉了，它清净了。你把它再洗一道嘛，多加几回肥皂洗了，它不也清净了？说你们垢缘洗掉了，它性体是清净的，
就是讷人，讷人把他不做讷了，他转变做好事了，不就是善人了吗？不是把这人消灭掉。为什么受苦难？因为没有宰法眼，就是没有正确之见，就是没有个正见就不受苦了。然而正见呢，观佛、观想法、观想僧，这个观就可以观三宝。要得见与佛，其心无所取，此人怎能见如来所知法？见佛，其心无所取，意思是什么呢？不取于佛，也不取于众生，不取于诸佛相，也不取于众生相。见佛的佛者觉也，见那个觉意。见众生的觉，不见众生的迷。对你自己说，对自己说，我怎么能见佛？我们都是遇此过，就然后拜忏也好，念经好，就见佛。这是正确的。但是不能见，不能见嘛，就是说你修的呀功力还不够，这是一种啊。你要想见佛，你先做佛事儿，口里说的是佛法，心里所讲的是佛法僧三宝，一年所念的。身体的行为啊，佛怎么做我学着怎么做，身口意三业都转变了，那你自然就见佛了，也不要去见，你就是佛了。要想见佛得有佛的知见，把你众生的知见，把你众生的看一切问题的看法把它转变一下，转变佛，用佛的观一些诸法，这么观，我就像佛那样观。观本身就是修行，就叫思维修。你另外不要去求，另外还见过佛，佛来给我说法，佛已经给你说法了。你每天都在见呢，这另外见个什么呢？你打开弥陀经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了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。你无论打开哪一个经本，那佛在跟你说呢。你眼睛见佛经，心里想念佛经，口里又念诵佛经，那不是见佛了吗？你不听佛的话，你见有什么用呢？他说的话你不去做，你见了他不得不起作用的了。你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，这就见佛了。你打开金刚经，佛就在你面前给你说的般若法。打开弥陀经，打开无量寿经，那佛就给你在那说，你跟你说无量寿经呢。现在我们这打开的是华严经，学的华严经，诸佛菩萨就是对你说的华严经，不是佛说的，这诸大菩萨都告诉你，都跟你说呢，你也就是华严经一份子了。你学他嘛，照着他的去做嘛，你这才是真弟子啊，真弟子，这叫佛是真子。这种真子呢，依教奉行。大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经常听到说，我依教奉行。
你口里一叫奉行，你心里想的呀，两回事儿。身体所做的呢，也没有一叫奉行。有人问我，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学到般若？我说你念什么经？他说我净念呢，念金刚经啊。金刚经佛告诉你怎么说的？他想了半天，他说佛说的是金刚经。哎，我说佛说的是金刚经，不错了，是金刚经了。得打开经，教学金刚经的人怎么做、怎么想、怎么行为，你思想怎么思维。你要去做了，不就一教奉行了吗？佛教你无哪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你哪知哪见特别重，你竟在哪相里头看见别人都不对，自己了不起，这叫人相了吗？分别我人，再看去众生相，那众生相就复杂得很了。看一些诸法，佛所说的诸法，你要想见与佛，学哪部经，依照哪部经去做。天天见佛，天天见法，天天见僧，一自心里头一直在三宝，生活在三宝当中，想的是三宝，做的是三宝，这就能见了。见了佛也无非如是啊。若见了佛了，佛跟你说的法，佛叫你做你不做，你见有什么用呢？你见了他，他还是让你去修啊，你得自己参呢、啊、得自己惯呢、啊、自己行啊。你见了，见了都不做，等于不见，等于不见。要得见与佛呀，其心无所取，你得其心无所取才能得见佛。我是把它翻过来了。凡事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，才见如来。心无所取才能真见佛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入佛所说的法，你所知的法，你得能够入佛所说的法教导去做，你就能见佛。如果你没照佛说的法，佛教你怎么做，你没去做，你见也无见，见也没见。要见佛真法，才明大智者。世人有见眼，有净眼，能观察世间。要见真佛法，佛法还有假的吗？有假的，不是佛说的，假说佛说的。明明是魔说的，他是佛说的。这个见是心见，不是眼。心跟佛，心佛相应。佛就这样教导我们的，心即是佛，佛就是我的心。这叫真法，心外所求的就是假法。这就是有智慧者，人民大智者。有智慧的用心观，
观就是思维修，观就是照，照料意思，观也是就是见。你能观照的一切事法都是假的，有什么贪恋的吗？你没有贪恋，你的心不会颠倒的。见印和散，心不起念，这个色是一切法啊，色就带有形有相的法，还得见一些无相的法。有形有相的不是真的，无形无相的也不是真的。要契合的真理，契合真理，那叫真法。真法得有智慧，智慧是怎么来的？修来的，因为修才有悟，没有修怎么能悟呢？断烦恼，证菩提。烦恼怎么断？是修啊，是吧？是磨练的，磨练的。对对，使人有静眼，能观察世间，是吧？为了，因为这样子告诉你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你有个清净的知见。清净之见，你观察一下吧。什么叫世间法？什么是世间法？世间法都是无常的，世间法都是无乐的，而世间法是生灭的。这世间法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。这得要靠你有清净的宰法眼，选择法。世间法都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的，这都叫世间法。你清净的眼观世间，不受贪嗔痴慢呀。那些把你掩误了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注重在个觉字，觉悟的觉。怎么样观察世间法？观察一世间法是无相的，无作的。不要在这里妄起执着，这个很难呐、啊。我们这说可说起来很容易啊，做起来很难呐、啊。我们看电视、看电影，或者看一些小说，你心里知道是假的。真是瞎编的，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生情感呢？对，看电影看戏的，替人家流泪，看着什么，对，心里生分别心，生耐憎心，那是假的。这人世间上的事儿，有哪件事真的呢？过去了，你回想一下呢，对，你知道，假的。假使你现在要年龄大一点了，五六十岁了，你回忆回你三十岁的时候。连你30多岁了，回想回你那20多岁的时候，对，
人地四物时，当时那些个人，你所在的地方，这个中间所经历一些事，那个时候那个处所再回想一下，那你哪个地方你离开了，再待十年，你再回去再看那个地方，人地四物时全变了，时间就把什么东西都改变了。这样才能见世间，观察世间是这么观察的。当我离开孤山荣泉寺50年之后，再回荣泉恭贤寺，再看看福州法海寺。等我30几年到南普陀寺，等80几年到南普陀寺，现在2012年到南普陀寺，人当然换了一批，事情庙也回家是破坏又重修，修建有所改换，人有所改换，地点是人地四物是一切都变化了，变化说明一个什么？无常，世间就是无常，不管好的坏的，过去了，过去就没有了，再想追回来回不来了，没有了。然后从这个大华严寺，有碑为证，那些碑上写着，从这个后头那高山最高那个山顶上，因为原来那都有桶碑，没想到把它搬下来嘛。七佛寺那些个比丘尼师傅，因为是宝贝，他们把墙打个后门，然后他们就拉到他们的院去了，那是什么事什么作用都不起，他那就起什么作用？不会起什么作用的。碑上所记载的大华严寺，观察观察这世间，世间就是无常的变化的，我们在温州乐清县雁荡山，雁荡山是个开放的一个大公园游览区，那个能人寺，这个庙啊，生了一口大锅，就是庙会剩唯一一个没人抬走的，抬不动，一口锅拉不动。锅上记载的，跟这个大华严寺时间是一样的，宋元佑，元佑年间，这儿毁了，那儿也毁了。这儿没有了，那儿也没有了，有没有有的呢？天通观中寺，对，宁波玉佛寺，这都是千年以上的古刹，随手到现在的，要你这样来认识世间，咱们和尚啊，三宝弟子啊，经常是观察庙的。庙是我们的处所，就是时间、地点，时间、地点，那时候条件跟现在的条件，那时候所有的人事关系，那现在当然都没有了，那现在的人事关系，这是变化的，还有什么没变化呢？玉王寺阿说阿育王的舍利，阿育王的宝塔里头佛的舍利没变化，没变化。你这样的观察，观察一些事物，观察不要粗心，
不要大意，要细心的观察。怎么叫细心的观察呢？这普照寺没有，没有。他们最初来了的那个院，那个院是这个，我最初来的五台山时候，这是那个医务所，很破破烂烂的，就是那个咱们那个院。哎，它变了，现在变了个庙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人家本来要盖宾馆的，后来捐献给我们盖了普照寺，现在修了个大法堂，还要修大殿，还有这么好几百人，那他们几个人吃饭都成问题，连个床铺都没有。问问他们吧，问问妙音，问问如瑞，他们最初来这是什么样子？什么样？哎，他现在又有了。有了必定坏，看看是建筑很兴盛，等到拆败的时候，它自然就渐渐就没有了。它没有了，我们人早都跑了，我们又不到达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这样来观察世间。我师父领我回到我一个师爷，就是我师父的师父。那么人家给这个老人起个外号叫慧修，他名字不叫慧修，他叫元辅，上元下辅。我出家的时候叫元辅，不叫慧修，别人送他的外号叫慧修。他的师爷就是我上头六代，他的师爷是什么样的一个和尚呢？叫慧猜，不是名字叫慧猜，他会猜庙，会猜庙。怎么个会猜法呢？他从那个后头法堂一点一点拆着卖，没缘法，没缘法。他又吃鸦片烟，没缘法，烟瘾一来了就卖庙啊。他不在前头猜，前头猜人家看见了吗？他在后头猜，说他会猜，他猜一点卖一点，猜一点卖一点，那卖到猜到三门了，这才知道了，把庙卖完了，猜光了。刚才又隔三代来了，他叫会修，怎么修呢？一天吃饭吃一顿，只限着一个窝窝头，窝窝头就是内二外八，就是那个玉米做那个，就一个一碗汤，几个菜也飘着，他真叫苦修。那他的徒弟呀，我是他第三代了，那第二代也跟我讲过，那师叔跟我讲，我说这个老和尚，他就是他的那个老师爷的来修来了，就是他回来了，他拆完了他又回来修来了，他得三门修，三门修，修了三门了，不管了。他在后头修，总没修，总没完工嘛，后头看不见嘛。那么这是个故事了，就会猜会修，这叫观察世间。随时随地你可以观察世间，有形的动向，还有些个不动向。不动向什么？外表看不出来，心理活动，心理活动，心理活动啊，没有爆发的时候，平平静静的；敢一爆发的时候，就业障发现，咱们说是，那就不同了。你这样观察世间，五十年前、五十年后、一百年后，你看看现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。什么世界？无常、世间相、无我、空的，空的才能栽见识。我呢，82年底上五台山，
领着中国佛学佛学学生来到五台山。那时候通愿法师住在南山寺，对，那个小房子二三十个人挤在那屋里头，咱们有啊，可能他们有两位还参加过吧，可能。什么情景？自己上山上捡柴火去，生活非常艰苦。五台山不是这样子，台湾镇的牛马寺大街，我们来那时正赶是开着罗马大会，那你想上这个带了点没有路，你走在罗马群里头走穿过去，这才十多年前，变化现在变化这样的，就从那个衰败由到兴起兴盛，从你自身观察，你的十几岁到你二三十岁，你为什么想出家？出家到普陀寺做，我到普陀寺每年来一次，住个两三个月吧。这人呢，随时换，就是现在就从我们讲环境，讲环境，这一年好多人走了，有好多人来了。你这样观察世间，怎么观察？无常的了，无常的。不但观察世间的人事，观察的静态，时间、地点、条件完全变化了。一年跟一年不同，这叫什么？生灭法。生灭法。但是这个生灭当中，有个不生灭的在。你这个见，你看问题的看法，这个见，你的见不会变。认识这些个生灭，生灭。这事物有变的，有不变的，还不说圣经了。那这边咱这边的那个河，那条河，我来时候很大的大水，现在干了，那底下修了好多那个房子，就是朝戴罗顶天那些小房子，它变了没有？没有，现在有了，有的没有了。那条水很大的。以前怎么能住人呢？从广济茅棚下来，变得很大。那广济茅棚就变了好多次，和尚庙变了喇嘛庙，喇嘛庙又变成和尚庙，官司打了很多。谁跟谁打呢？喇嘛跟和尚。你观察完了之后，这根据它的变化，你认识它。这是他，你啥呀？这样来观无常啊，苦啊，真是苦，假的呀。这斗争，斗争必然有伤害，对，不是你伤到人家，就是人家伤到你。这里有很多因果。造了很多的业，也有人修了很大的福。你说这静态、动态、可见相、不可见相，观察世间是让你思维修，观照的观，你怎么想？这是外在。回来观察你自己，二十岁时候你怎么想？像三十岁你怎么想？现在我们这里有四五十岁的，你又怎么想？像到我这个岁数了，九十岁了，又怎么想？
这样呢，第一个印是无常，但是呢，你的见，你看问题的看见，有些事物，你见，它有不变的，变得很微细的，就是这五个台，北台顶，好多人在这开悟，好多人到这来朝了三了，见着文殊师利菩萨，好多人成道。那翻过来说，好多人造业呀、啊，造了业变了牛马，的罗马大坏。所以呢，中国院那个，那我带那时候第一期啊，中国佛学院第一期学生，他老法师，这个是这个五台山是圣经，这有这么多罗马，怎么跑这儿来卖罗马来了？我说你要好好修行，入了佛门你好好修，你不修行，这就是你的。你看到吗？你来了就到这里头来卖你了，还好现在罗马大会取消了，不必到这儿卖了。像罗马因为汽车发达了，罗马有减少了，这就变。这个变当中有个不变，戴了顶没变，有佛像那不算，那里头修行的，那个三没变。一万菩萨咬清凉就咬戴罗顶，咱没看见，但是它是不变。我是相信，对，五台三顶照样的，一下雪，五台三顶上北台就积雪了，东台就积雪了。观察了之后，你要有个清净的慧眼、智慧眼。光观察不行啊，观察印识。认识了之后啊，有觉悟了，产生佛的之见，就净见，净眼就是净见，是吧？你看一切世间，你怎么认识世间？气世间嘛，就是山河大地呀、啊，一些物质，这叫气世间。有情世间嘛，就是人。那这个五台山每年来了好多的人，这里有圣人，有罗汉，有菩萨。你认识也好，你不认识也好，事实就如是。有下地狱的，下地狱的，有成道的，这必须你记住。智慧眼才能印到，看问题，看他的体，体是什么样子呢？见他五台山，没有五台山，无见，见即无见，见即无见，这是真见，真看到五台山了。咱们天天看到五台山，天天住在五台山里头，咱们也不知道五台山，还是没看见五台山。你看见是像，五台山的真正的圣景你没见着。你达到了见无所见，无见而见，见假的无见。无见就不起执着，不这贪恋。见了就是无见。见他的相，不见他的相，相随时变换，体不变换。就是这才能见到一切法真实性，这才能见到一切法的体。在一切法上的，我要人说，要事情说，要地点说，要时间说，都有见。在一切法呀，一切事事物物都有见。这些个你不去分别，不去执着，见无所见。
看见了，看见了是假象，随时没有了。但是它有个真的，这个见是假的，见即无见，无见那个才是真的。这个经文说，于法要有见，此在无所见。有见反倒是假的，无见，无见而见才是真见。真见是什么样子呢？无见，这是他的性，他的性。我们说那么多，或者要人、要事情、要这个五台山的地点，那时间不同了，地点不同了，人事关系不行了，一切事物都不同了，都起变化。就是分析，见他的相的时候，不见他的相，见相不见相，无所见，无所见才是真见。那什么？怎么叫真见呢？见他的相，见他一切事物的本来面貌。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他体，体，性的体，一切法的法性。这样你才能得到他的真实的利益。真正契入了，这叫开悟，悟了。没契悟也悟了，耽误了，耽误了，耽误了，简直没有悟了。耽误了为什么？你也不修，懈懈怠怠的，耽误了，把这个修道的大好机会啊，你耽误了。有一位他跟我说，我以前在这个常住里头啊，负很多责任，现在都不要我了，我没事做了。说没事做，你不正好修行吗？你请他干，那他不愿意干，说三道四的，那是调皮捣蛋的。你不让他干，他又干点没事做了，他又找麻烦。那这是自己啊，是他人呢、啊。那你让他放下，放不下了。其实这样的浑浑动动的过一生，就这么一生一生一生过去了。如果没造很大业呀，还来人道，还能遇见佛法，这就算很好的修行了。造了很多业啊，堕了三大道了，一死人生呐、啊。万事不复，特别在三宝入了三宝殊胜的缘，外缘很殊胜。如果你内因稍微的加把力加外缘的成就，那你可了生死了。我问如瑞，我说咱们这个自从呢这十来年死过人没有？他说还没有哎，我们这里还没有死过。我说一个有福报的都没有。他说怎么会没福？死到别处去了，不会不死的，人都要死的。要死后离开五台山了。我的看法是没福福报。怎么讲呢？要在这个地方死了，现前死了，哪位死？我都因为他福报很大的，多生修行来的。咱们这样讲，这样讲有道理的。这么多人现前众生都清净的，比较而言了，现在呢，南阎菩提在这个地球上，对，像普陀寺。就这几百人，这一百人有新来的，有走的，铁打的常住，流水生，这僧人是流水的，但是这边必定有几十个人老住的，
从来没动过，没离开普陀寺。他要死到现在，这么多清净的比丘、四宗弟子，就来发心的两宗到普陀寺发心，很不容易的，来给他送他走，他绝对升极乐世界。但是死的时候不在这儿了，他要跑别处去死，那不叫业障吗？就这么一个观察，这么一个四件事儿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有些人有病，要回小庙，找着倒霉，对，找着堕三途。为什么？这叫业呀，业障。他自己所的业，给他做障碍，障碍。观察世间，你得学会要有清净的法眼，叫宅法眼，这样来认识世间，观察世间，这样来看问题，合理的，无见而见，能见一些法的真实相，能见一些法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见一些法的真实相。真实相是什么样子呢？真实相是没有样子的啊，无相。所见的真实相的见着，见着住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非相就是无相。说一切法有见，见是虚妄，这个才叫无见。无见就是见不到一法真实相，一切入法性无生亦无灭，岂在大导师啊，自觉能觉他，这是佛了，自觉觉他，觉行圆满，二觉圆满，就是自觉又能觉他，让人知道一些诸法的体现，没有生也没得灭，无生才无灭。岂在大导师赞叹佛，功德会赞叹佛，这真是不可思议，叫岂在。谁呢？佛能够自觉觉他。圣慧先说，先已说，就是圣慧菩萨啊，在前头已经说了，如来所悟的法，我等从彼闻，能知佛真性。我是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也明白了，我也这样说，这都大菩萨谦虚啊，赞叹别人。我们现在那叫贬低别人。跟菩萨下界相反的，赞叹谁啊？赞叹自己。好多人都赞叹自己，贬低别人，把别人贬低了，才嫌我高了。赞叹别人，贬低自己，也不是贬低，就是我这个法是从那个圣慧菩萨那儿听的，每位菩萨都这样说的，因为这个慧啊，实慧菩萨是以法慧为主的，法为主的，这是圣慧菩萨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